TFBOYS 的成员 Q 在直播时说了一段话，让粉丝和网友都感到不愉快，引发热议。据了解，当天他向粉丝表示，如果各位在休假期间遇到我的话，请不要随意拍摄或是表现出认识我一样，因为这样做会让我感到不舒服。事实上，防弹少年团在日前也迎来了休假，当时公司就发出声明，要求粉丝如果在公共场合遇到 BTS 时，请不要拍照或是与他们交谈，让全门能够好好的休息。然而 TFBOYS 的成员 Q 也对他的粉丝发表了同样的声明，让许多网友不满地表示，他以为自己是 BTS 吗？不知名的偶像，应该要感谢粉丝能在路上认出他吧，真的太无语了，粉丝该有多伤心啊。